还好啊，没溜冰，可以接受。来，上来，EA，评委吃药，评委，再 A 一下，回头，不急啊，等他位置，好，勾引他放 Q，OK，一上来点，走了。马上升四三二一，闪现一 Q 接点岩死。尿个尿，感觉更好了。一 A 撤一手，什么打野？豹女打野，看看人马走到哪儿了啊？来，这波直接进草丛，回家。这么的吧，我把这个车给他补了，W 走掉，没事。好，差不多回家了。他卡兵线，我们也没办法，这就是点岩为我们带来的劣势，没招儿。只能瞅着。先来个药光，小药瓶儿。买个针眼儿出门儿，完了，人马挂了。他应该会比我们高个半级左右吧，也就半级，还好，小问题。插个眼儿来，一下走呗。往前走，让他锤，E A W 接两个 Q，小耗一手，让他把药磕了，挺好。吃个车走，不打了。我们这波浪费了他50块钱啊。再平 A，控一波线儿，下波可以找他打。看不见战绩呀，等一会儿啊。对，我打着呢，补刀呢，没工夫看弹幕，别着急，急什么玩意儿呢？另外，刚才搁那抽奖呢。先控手线儿啊，走位躲个 Q，E A W 躲 Q，A 接双 Q，平 A 往前走，锤锤锤锤，不打了，十个饼干，痛痛，哦，有点痛痛，哎呦，好好，痛痛，哦呦，痛痛痛痛痛。一点岩 W 双 Q 平 A 架，你急了，你说中单没？哎，我偏不信，哎，我要吃塔皮。加了。
打不过就摇人，这不是摇人，这是人马自己来的，我可没摇啊。因为俺们玩兰博的时候，你咋不说那个捡的没摇人呢？摇人他活该。他自己不知道，活该。他这波是必被赶克的，他玩个铁人他这么玩，他肯定是100%被赶克。这波往中路走一趟啊，你不用发问号，我只是来给你缓解点压力的，我并没有说要非得赶他的。我来给你缓解点压力，缓解到没？炮车经验吃到了，漂亮。左下角骂我的没，他是骂你呢，他说你个小笨蛋跟个猪一样，骂你还不知道呢，还说骂主播。他有闪现，15秒有点盐，等一下。直接干 ，WA 都带钻，都一样。破家伙。没啥办法，杀不了。真肉啊！不过铁男没技能了，人马可以再来一波。等一下啊，等野马有大的驾，驾快跑，可以打腰的一个大，不错。怎么会有腰的这种东西出现了呢？唱死了可以啊，他不吃了，吃个经验得了，他不让吃，他妖精可能来了。猴的大招比铁男大招快，这波等他一下。都把船交了，不交传送你就亏一波兵，我必让你亏一波兵。哎，这个铁人，我必让你亏一波兵。我们11分钟三项。不错啊，装备很好。这把我要 C，
저기 학살 중입니다. 那简直没屁用都没有，哎呀，连个屁都没有用。这把银马玩的不错啊。 네, 여정은 이제 시작이야. 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. 제압되었습니다. 와, 시야다라. 시작해볼까? 这波包女可能在旁边，小心一点。来，去中路帮银马。 没事，咬着也得死。 我吃你个车！这波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吃你个车有毛病吗？没毛病，没毛病。항상 최고를 추구해。 吃狗屎去！吃屎去回家！水银还八百六，八百七十五。这技能给你空的。 你不能慢点放吗？把这铁男给我玩死！哎，这技能给你放了。哎，不应该说这技能给你放的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时候就应该说什么呢？这腰子跟铁男走位真不错，我说实话。 这走位，没有十年脑血栓是走不出来的。 把这石头人给他吃了，走回家，来个蟹手的小剑儿。 马上我们十二级，全程等级最高，这把要 C 呀、啊！这把是要 C 了呀！C！我以为这 ADC 要起飞了呢。 把他中塔给他拔了。
中塔拔完这还不够呢，吃他个三棱。吃完也不够，还得杀个包女儿呢。跑的有点快，这里头有针眼，吃个蛤蟆。包女儿有点幼啊，出护臂了，薛威是有点幼。下路收一波，1125，走回家卸手。把这卖了，出个女神泪儿，不行啊，这玩的太缺蓝了，我必须得要个女神泪儿了。出这个不是为了直接走魔切，出这个就是为了不缺蓝。这打一半，带一半线蓝没了，带一半线蓝没了，整个玩个游戏连线儿都带的都带不了，真费劲。这肯定是不行。走，马上十三级，野马等级也挺高啊。野马等级这么高，野马能跟我平起平坐？我都要刷吐了。你是不是应该放一个峡谷先锋呢？能掏我那掏得着吗呢？这直接就开他。我记得你不是有闪现用了吗？你这玩意儿有啥用？你们说这玩意儿它有啥用？没点屁用。我让你们看看中单伤害吧，别的咱就不看了，他能超过8000。就算我输了，我别的不用说，我让你们看看伤害。